咁啊，啤利話星期五喺啤利晚報話佢想打呢個板球，即係 cricket。咁啊，運動公社有篇文啦，就講呢、這個即係因戰亂而崛起嘅阿富汗板球。咁啊，板球大家都知啦，斯里蘭卡啊、巴基斯坦啊、印度啊，甚至你話澳洲啊，好似上一次世界盃咧係澳洲贏咗板球。個世界盃，但唔係好興。英國都興，但係就即係英國四大運動之一啦。但係都即係四大團體運動之一，但都唔係算係即係好普及。因為板球咧一打嗰啲，譬如啲最高級賽事一打打五日嘅，每次打幾粒鐘嘛。咁你佢哋點睇？一睇睇你睇成大半日喎。今日話阿富汗嘅板球咧嚇。